本期视频是由阿库专购 Property 地产赞助播出。阿库专购提供很多优质的房子，而他目前有最新的 project 就是尼莱最高公寓，需要 300K 起就可以拥有，而且还是未来的全马最大的夜市，非常值得投资。在阿库专购买房子，买得安心，住得开心，请点击以下链接获取更多详细，或者浏览阿库专购的 Facebook 面址，是浏览更多房子吧。那今天要拍就是记忆故事了，耶！那这一次呢，那记忆故事我要做一个特大炮系列，因为艾雅多麦都没有在做，所以我自己要特大炮。那今天我是坐 Grab 去 KL 啦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去 KL 了，我想去看看一下也是好啦。坐这车我坐 Grab 比较安全啦，容易看相机样子。不过我是用手机来拍摄啦。那这次要 update 一下我的行程下，可能这个月开始没有拍讲解卡啦，暂时，我不知道几时会再重讲啊，可能会下个月，我不清楚啦，我不是说到刺激啊，什么试炼到刺激啊，也不是这样啦，因为它是一个休息样子，让我好好休息样子，调理我的身体样子比较好啦，我觉得个人安全，可能这个月比较忙啦，然后这个月我又发现到，我又300。可以哦，又要做 Q&A 咯，可能我播完这个影片过后就讲 Q&A， 然后有的观众跟我讲要求我挑战，叫我挑战的东西就对了，说我之前会拍摄啦。啊，先到地点开箱了。哎，终于到了我最想念的地方，那就是 Pavilion 了。哎，我真的很久没有什么拍走街啊。哦，是哦，嘿，新朋友，这边有个蒙什么的，跟他一巴掌给放下去。你就成为新朋友，真的很少来把别人来总结一下，因为我从 COVID 之后就没有来这里了，走望望一下。过那个牌写 Dogin 什么啊 ？Dogin 是什么的？什么呀？好像在前面。我不懂啊，我是很久没有来 KL 了，来买一买一下。刚刚我去 Toki 啊，哇，很多人哦，太长红了，吓死我，我没有拍下来，我不敢去那边拍摄。知道我走哪个地方吗？这样子啊，真的很累哦。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去 KL 了，真的。最要是你有去看一下那 KL 的环境啊，又去竹南湾，又去泰翠，又去法边了，我真的很怀念。好了，影片到尾了。如果你超级终极无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 like 和订阅。如果你是新朋友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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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